究竟因为我是小众，还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统计数据对我短小中立的阴茎一直都视而不见，甚至说不存在，每次到最后只是说一声好遗憾就算。长度的问题令我丧失了要有摆去表态的资格。我想我的确生活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很多政治不正确的人会将阴茎的长度怪责于自己的种族。虽然中国男性平均阴茎长度是 4.4 寸，差不多爆尾，但其实照人口计，只要逐条逐条搏在一起，其实可以包围地球六个圈。跑来第二位的印度足足成两个圈那么多，就算洋菜每条角色包皮都很难输。当然首先你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的话只是包到地球 0.3 个圈，勉强由香港包到广东的湛江市。这一年因为有臭仔，所以什么作品都没有做过。我知道你们会觉得个 BB 一点都不像我，他是我在交友 Apps 里认识的一个女人送给我的。这类 Apps 玩法很简单，见到啱 feel 的人就拨右，如果有合理真的话就拨两左，只要双方都啱 feel 就可以开始对话，无谓浪费大家时间。那时社会气氛紧张，所以我一直误会拨左拨右的意思是利用左右翼的政治理念取向去交朋友。如果一早知道是这么易貌取人的 Apps， 我一定不会参与。